看见没有，寻人启事，这是一位老英雄80多岁了，走失了，完了你们发现打110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老人走丢了，完你们俩在这店逛人多，你帮我留意啊。哎，你看没看见我这个老人？来来来，发现这位老英雄打110啊。 大姐，你见过这个？我看见这个是爷爷吗？看见这个人了吗？要是看见了吗？那你拿他的联系我们啊，爷爷电话这个。给您一张。哎，大哥，麻烦你看一下，你见过这人吗？要是看见这爷爷，请给我们大叔看见的话，请给这个电话打电话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 你过一会儿去啥吃完饭，咱俩执行任务。多烫啊！你着什么急呀？朱云同志，你家到底在哪儿？知道不？我家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在哪儿。那行，我也不吃了，咱现在就回家。那没说，咱们先得执行任务，执行完任务回家的事儿你以后再说吧。那不行，不是，我还是你领导吗？是啊，你是我领导，那我的命令那你得听啊。 不是你，你这啥命令啊？你这命令一说，让我看小差了，让我当逃兵了，这我不能执行，我的执行任务，炮兵兵入群，到，我命令你马上回家。是。哎呀，我不能回家，我得完成任务。 朱永群，你这不能走，你这不过来，我不能谢谢你。不是，哎，老师傅，帮我留意一下这个人啊，走丢了，帮个忙啊！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，小伙啊，来来来，啊，记住了啊，这回老英雄叫朱永群，80多岁了，现在呢，谁要是发现能找着，打我电话，我是象山县委会，好嘞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要是发现这人了，你呀，费点心打象山村委会联系我们啊。行行行，谢谢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张组长，听说人找着了，在哪儿呢？不成，你别着急，通过我们的人脸识别系统，已经初步锁定了一个老人，你看看是不是他。 对，就是他。哎，你放大点。旁边这人是谁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开山吗？他俩怎么在一块呢？哎，开山呐，我是杨小燕。杨总，我想问你点事儿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果园呢？对啊。你是不是跟一个老人在一起呢？你咋知道呢？ 哎呀妈呀！我们都急死了，正找这个人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开山，现在你帮我把这个人稳住了，千万别让他走了。这个人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好好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杨总，我感觉这老爷子挺神秘呀。他是谁呀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，回头见面再说啊。啊，好，那赶紧去果园吧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张所，太感谢了啊。哎，穆生不客气，需要我们去不？不用了，你辛苦了啊。 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二位好心人，寻找朱永群。帮帮忙，大伙！帮帮忙吧！二位好心人，寻找朱永群。帮帮忙吧！二位好心人，寻找朱永群。来来来，我先来了啊！帮帮忙吧！ 谢谢啊！啊，寻找朱永群。谢谢啊！啊，找着了。啊，那好，我马上回去找着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找着了，找着了啊！大姐，你要看见这个人就打110啊，走丢了。好，萌啊！哎，哎呀，这咋整？我这边也没有信儿啊。我这也是啊。 但是吧，我现在啊，就这一溜，我搁这过来的啊，一个一个小床子，我全都告诉了，我都留下了，一会儿咱们就得听信儿吧。行，红花，哎，七哥啊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没找着啊。
这怎么整啊？你看这找啊，这是。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？行啊，哎，哎，喂，杨总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找着了？啊，在哪儿啊？啊，好好，我知道是在哪儿。哎呀，快走，在哪儿呢？在咱家呢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什么？找着了？哎，过来，我们马上过来。那个英子，进来，快来。找着了，找着了。 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走走，找着了啊！找着了，在哪儿啊？说在山里边。快走！开山呢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呢非常重要，你一定给我重视起来。就是这位老英雄现在不在你那儿吗？基本上全村都知道了。现在刘能、赵四、杨小燕都往你那儿赶呢。你给我记住一点，我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如果先到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进果园。 得罪我到了以后，你把这位老英雄交在我的手里，就可以了啊！好好好，听到，我不让任何人上山，我也不让老头下山，放心吧，我等你啊！好好。我说你慢点开，这车这么多，没事吗？ 这人都找到了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看不见人，我心里没底呀。萌啊，你能不能提点速啊？我这已经够快了。你这不才60迈吗？你最起码得开到80啊。这限速就60。哎呀，咱就赶紧走吧，早点到是对的啊。那人不是已经找着了吗？还着什么急呀？哎呀妈呀，越找着越着急呀，人家要先到了，咱们后到的就没意义了。 要不你靠边来，我开吧。你开啥？你要开俺们爷俩谁也不坐你车，嘚嘚瑟，你还砍显摆啥呀？不是，要不骑个你开。我不忘那个钱。行，那你先。那萌，你尽量快点啊。哎呀，这不是自己的车呀，说了不算。这是我以前赶猫驴车，想快的时候猫驴不听话，我一鞭子猫驴都撂蹶子跑。行了，还开车，你那嘴能闲着点不？老嘟囔什么玩意儿？ 妈，这不咱家车吗？那可能他们都到了，赶紧上去看看。他们到了，快走。干嘛呢？妹啊，快快！哎，咋回事呀？这是？谁扔的？哎呀妈，那老爷子身手太不一般了。 这老兵啊，对对对呀，这给我绑的死死的，还算那心好，给我放个枕头。你这年轻人，你可真是，那咱俩找去吧，找新车。能说是说，先给我改开呀。关键是解完，你能不能探视啥的？那也得改呀，咱们是一伙的，赶紧我这手都麻了。你就改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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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这说你上你自个儿搞。 走走走走，我等我呀，等我呀！在哪儿呢？应该在上面。杜爷爷，杜爷爷，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走了，上哪去了？跑了。 不是你能干点啥？你能干什么呢？你，我不能看住算吗？我跟杨总通个话，被那老爷子听着了，就说我出卖他了，拿绳子给我绑炕上。你说你真大老爷们，连个老头你都看不住你。你看，那人跑哪儿去了啊？往哪儿跑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炕上没起来。
这么大个地方上哪儿找去啊？你说，那就搁山上找呗。朱爷爷，咱走上山看看去。不是，你俩住在一，那老爷子身手不一般。不是，你陪我待一会儿，我自己不敢。你啥也不是。朱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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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爷爷！啊！吓死我了！我刚才好踩着手了。啊？不能是朱爷爷藏里边了吧？快找找找！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能，我刚才明明看见是手。你看错了，来来来，你上前面走。幻觉了？别害怕啊！不能，我刚才明明看见是手。人呢？没看住。你怎么没看住呢？怎么跑了？当过兵，受过训练。哎呀，你就再当过兵，那老爷都80多岁、90来岁了，那怎么的呀？就那么神通啊？你就说你没能耐，你说你，我都告诉我说你看住了，你等着我来。你说你，哎呀妈，你呀，你真是干啥啥不行，让你打井井不出水，看看人人还跑了。你说，我就寻思这个人，咱们先找着了，我还拿他要庆功呢，你这下完了吗？哎呀妈！你真是的，我真服你了。你说你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人呢？跑了。啊！看都看不住。你说你，哎呀妈！你爹呢？在后边呢，还没上来呢。你瞅瞅，这都这样，慢了慢了的。你说这，行了，你这么的，咱们俩赶紧抓紧时间找。你在这看着啊、哦，等人回来了，这回你给我看住了，完事马上给我来电话，听到没有？记住没有？行行行行行行了，走走走，快走。这都怨我哎。等我干啥呀？我看你还在不在？我一直在这儿。整这玩意儿麻不麻烦呢？我还能当逃兵呢。哎，七哥，不是那意思。你看咱俩拴个绳连上了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这一瞪不就知道了吗？这叫互相有个照应。听总的收不住你，还是我说的。我可以，正好来。我这手不行，我这手不行。谁呀？啥呀？伤着没？快快快快快点！哎呀妈呀！你好，耽误老事了。四哪去了？老四一到危险时候就把我推前面了。他说去换件衣服好隐蔽。老四，这呢？出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在那蹲着干啥？你整这啥玩意？你干啥去？我说这怎么整啊？咱们得想个办法啊，要不然咱们分头行动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俩头可不是一般，那是特种兵的技术啊。你分开行动，个个给你击破，还不如搁一起，咱们安全。你搁一起就咱们几个，你说这么大山，咱得找啥时候啊？对呀、啊，咱们还一对一对的。老四，你跟紧呢，我咋？我跟着呢。走，快走，你往那边啊。Thank you.
真慢呢。我为看我的退路，看看有没有方便的你。就你这样，到战场你也是逃兵。净扯那没用。老四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任务可不是一般任务啊！别说咱俩，那王技术员年轻轻的，也说帮就帮。那咱俩是有病。哎，要不行咱俩就赶紧回去，别扯了，没用的。回去让人笑话吧。你笑话咱俩只有一招。嗯，咱俩最起码得用一招什么呢？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到时发现这老爷子，我完你就上去把他腿抱住。你呢？我回去报信啊。那你不还是把我扯出去了吗？你没事，你不扛车了吗？滚吧，垃圾！我告诉你，老四，今天一定要集中精神啊！配合呗。对边。对啥？特种兵电视你没看过吗？行动前啪对一下表吗？净整了没有？对边，我没带表。哥手机也行。干啥？快干！干啥呀你？咋的了？你这一有亮，咱俩暴露了吗？捂着呢，带着小。哎，那个好像有人影。我回去，我找不。拉斯，这犊子来了。干啥呀？你拽我呀？不是这一滑我这拽下来我不得拽你吗？这哪呀这是啊？这哪？老四啊，这能爬上你揍我一下吧。我来，我揍你。不行，咋的？不行，这装人吧。啊，有人呗。救命啊！来人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你俩咋上这里来干啥来了？你是？哎呀，广安七哥，老四，我就说你呀，你就别跟刘能在一起。你看他挖坑，就让你往里跳。不是你，我挖啥坑啊？拉倒吧，这回是你个人也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绳子快赶紧救人！啥绳子，七哥呀？咱们得找老英雄呢，这时间不能耽误他俩似的。你不救人，找什么？我看你是不是人了？就大冷天，你把我俩搁这里，不得冻死吗？哎。这个剧你还敢跟我俩喊是不是？哎，这回以后你听我的不？听你的。那行啊，老四你都听着了啊，赶紧上来吧，都吓坏了都。快点！来，接住了啊！你上，我推你吧，快点吧！一个一个的啊，来，七哥你扛上，我喊一二三，咱们上啊！来，来，使劲！二三，哎呀，你